这有较大只啊，对。有啦，这有较大只。迄就会使食啦，啊、设备放不了啦。这边干是，红鸟。好啊，香鱼啊，都细只啊，才细只。哎，中鱼了。什么？今天毕业了。哎，回去笑一笑就可以了啦。我懂啊。
没有共估就好了啦。哇，这厉害！将来去吃尾后里的，谢谢啦。烤花，这有较大只啊？对，有啦，这有较大只。迄都会使食啦，细尾放不了啦。我都无细尾，干那这，迄明仔载让钓，好啊。好啊，安尼夹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哦耶！耶！哦，活蹦乱跳了。我看，哦，这假浪色。因为，假，明仔载让钓。先放掉，这是，你这样子，这咒鱼美啊！美在咒鱼美，小细只啊，砍袂落啦。鱼美上无爱安尼啊。人伊好乖呢，啊你就爱，反正面。你个比我，比我钓钓搁我细只。好可爱。爱摕一个遐啊，摕一个水桶啊，我感觉巴肚积积的。无巴肚积积的，才会当烘啊。我有钓到两条。够老啊！够老较水个。你个老鱼美好啊！你都无搞啊？要鱼美？啊对哦。感谢，感谢。唯独相约。真的。小蕉。我是无要称啊。你是迄个？唔是迄个啥？加班工。因为炒的热香，更丰富。我某，我想我某来，我某我不爱来。他老婆你知道吗？最近哦都不出门，就是怕被感染，然后挂掉。孙子啊，还有孙子他家。你好，我一只，你好，我一只鱼尾安尼啊！我到尾也放到一只差不多只大尾呢。安尼，系啊。我到尾我感觉互你唔丢只，我大只会留互你，迄大只活力所歹。活力只嘛？根本是你袂晓操干。应该是啊。因为你就硬要叫伊去倒，伊就对啊，我听我的话。你又爱要互伊休息一下。啊，我生气。我把它放在石头上面，你要让它休息一下，让它自由自在一下，再把它放去你要去的地方。真的，我感觉我超竿有问题。你对啊，你竿子如果很重，你就要去买一支七万多的。那个你那支也会动的，敏感性。我拿那支也会动的，那是会动的旧竿哦。会动是拿去旧竿钓了这么久才没有的。这样有没有我的旧竿呢？阮西拢物件拢照我哩，我甲开嘴拢拿照。我若做西，我拢直用送。安尼送几套？甲叫西，迄间你甲叫，紧嘞。算啦，问题人伊要叫你西，伊袂叫我西啊。看老西，甲你念。还是你教袂车好啊？头一工钓我教你袂车，教袂车较好赚，较紧。头一个钓过登记啊。我应该咧食迄个香鱼，台湾二十几年前，我去日本料理吃香鱼嘛。卖讲遐久以前啦，啊，我就是迄个时阵吃迄香鱼，一只35吧。好啦，啊，就是遐大只呢。好啦，啊，迄当台湾就是无法度饲出来。了解。就是敢若有遐大尾呢。好，无像讲咱去露营买迄落遐大只啊。对哦。呢，还是依然水。哦，你讲地破伊。哪有？有啊，你讲订一个破鱼，我紧啊，破鱼咧好啊。哎，这只破哥哥。讲实在啊，这种的，有钱嘛吃袂着。是啊，对啊。对啦，你有钱吃会着的是咱吃迄种的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有吧，好食啊！啊，这种的是应该熟啊吧？起啊钓起来啊！我知啊。
来，一起哦。哎，甘甘，哎哎，你这烤花要去处理一下无啦？好啦，哦、超香的，真的是香瓜的味道。哇！你若唔敢食，烤烤的卖食，卖食北来就好。无要紧，那烤烤的北来，有的人我爱食嘿。就甲迄扇巴同款。扇巴啦，烤花啦，香鱼嘛，拢有同款。只食粗，我一只你啊食。好了，搁咧露营，搁咧露营，我要来食倒一只。哦，真正赞。我食这只鲍鱼好啊。好啦，我食这青菜拢蛮好。哇，赞吗？香啊！哦，好好吃哦。甜。有野生的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真的无该骗。哎、欸，我头一只迄只鱼美啊。我唔是鱼钓啊，等鱼钓。我啊放在药桌顶头啊。过一段时间，它的活力啊，跟其他两只一样，恢复了。它让它休息一下就回来了。不一定。你啊，串伤伤无多啊。你牵你只鱼啊，你甲牵到伊咁要死啊！啊，好一点，要空中呼吸空气。不是啊。水里呼吸啊，空中呼吸就死了啦。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的意思讲，你一尴尬唔伫个空，家己放在空中呼吸，伊当然伊嘛要死啊。你包括你要甲搞迄个尾鳍，还是你要整理钓组？会要较细。你要甲放伫个网子里面，让它、啊、让它有鱼有水可以呼吸呀、啊。我的意思讲，你钓着。你一尴尬，唔该放喺空间呢？你阿咪就澳洲啊？空间呢？你阿咪就死啊？哦，野生的真的好吃。我讲的是这艺术啊！哇，人间美味，我摸不来。鱼海，这是甲壳，不是甲巴。对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它没有很多蛋，可是它的内脏的那个甘味实在是有够好。你要吃它的肉啊，那个肉超甜，超好吃的。对，对啊，真的跟养殖的差很多啊！你一吃就知道这个不是养殖的，锅子快要炸掉了。有啊，那我不够烧吧？有啦，都烧啦。烧到就要崩去啊！有啊，你看会会会较细，会较细。清明，也袂着。烧啊，顶啊，烧啦。哦，专业大厨。油拢滴出来，你看。你伫喝的时候，我哪有可能安尼讲？这个电风扇用这颗小电池已经吹了12个小时。这个电风扇是往外抽的，把空气打到外面。然后这个电风扇是把外面的空气打进来。这个电脑用的风扇相当的省电，它这个用一个小电池就可以打一整天了。啊，这一个是有自己带电池的。可是用最小的风量，它也只能够用6个小时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就是我车速，吉姆尼的车速，就是这个不是很平的，最好是。有一个板子可以把它撑平，哦，不然会很难过。我们要看一下这边，今天是几号？8月29号，30号，看一下它的温度，18度，早上5:40，18度。
感谢我的好朋友带我来大甲溪上游体验钓香鱼。严格说，这是我第三次钓香鱼，还好没有干龟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感谢您对小叔的支持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期待下一个影片。